就挂掉了。桃桃，请说。啊，统神。神。你的李信好帅哦，飞来飞去的好强啊。当然啦，李信这个角色，这个机智多谋，各种的神出鬼没，最符合我的特性啦、啊、是啊，然后你那个神抢八龙啊，真的是好。不是我在说的，你知道八龙其实，八龙其实是我养的、啊，只是暂时摆在地图上而已啊。是，随时要回收就回收啊。了解，不愧是统神啊。啊，当然，当然，当然。好，那希望你顺利爬到精英啊。精英浮云啊，分数只是浮云啊。哎、欸，那个统神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萨破索那个索拉卡。啊，索拉卡谁啊？他可以爬积分吗？好像可以啊。不会太软吗？这你要问那个曼秀雷敦小护士啊。这样哦，好吧，可能统神这方面比较少涉略。统神加油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